我面目全非啊！我红温了，兄弟们，我红温了，你们别惹我啊！我红温了，我已经红了，我已经红了呀，是吧？我把我怒火强加在对面的中单之上，是吧？对面的中单莫名其妙的要当个替死鬼啊，很冤啊，说实话。哎，我忘记了，对面 AD 是开了起跑的，所以我队友跟不上啊。我队友的速度是比对面速度要慢的，所以队友是跟不上的。只有我能跟得上，为什么我能跟得上？是因为我有起跑。刚刚我想的是大树可以闪现捆绑啊。漂亮啊，真漂亮啊，这个跑车没事，不要这补刀补的稀碎啊，补刀真稀碎。到时可别后悔哦。红光乍现。他是没闪现的对吧 ？OK， 大树是闪现绑的，他也叫他闪对吧？完可以绕后卫，我起跑的。这个线我说实话贼好抓。一抓一个准，老 baby。死啊！对吧？这个是这种线，我说实话，这个队伍都没闪现，没进化，挺好抓。上路感觉，上路这两个英雄感觉很像我的一个朋友啊。不，直接买法穿鞋。差点，嗯，这个眼拍完之后应该是好六级，我就差一点经验啊，六。我们的大树啊，非常的聪明，说实话，他完全知道该帮谁啊，知道帮谁能 C， 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一种品质，叫做慧眼识珠。因为这凯隐冰身估计得等到十几分钟了，完全突不到能量啊！
下路很稳，两个中路也很稳，都很稳。对面这个中单不是脚本啊，只是我臆接的图。看上去很麻烦。啊？啊？ 兄弟们，我们这边下雨了，起风了。你们那边下雨吗？你们那边的夜安静吗？双路来了，好像。你在装什么？你在装什么？ 难受，烧塔应该没了吧？完了，他没二，这把他没二了，这把甚至能反杀，我觉得操作一下，兄弟。老师，对面没二，我说实话，还没完全可以操作啊。 上路去杀 bug 去，干他，老白白！哎，干他！哎，这不是红牌吗？哎，我死了！为什么是红牌啊？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是红牌啊？ 反杀！拱一下他！哎，黄白他死了，黄白他不跑，黄白他死了，我的 Q 还没中。 哎呦！
大哥，你去打两五啊！其实现在改版十分钟可以贴兵啊，这种改的其实挺好的。 这样的话，让打架就变得不要那么被动了。完了，这样打他们狗都好飞啊，这狗都好飞啊，感觉。 拜。 我弹死了，我操！这金刚是把自己弹死了，这金刚是。我看 BOSS 的这个龙龟啊，第一件出的是那个反甲啊，硬弹，弹走鱼尾纹。 现在这狗头我们杀不掉了呀，狗头感觉没有三个人杀不掉它啊！回来，别这么耿直，杀后面这个。喜欢支援，是不是喜欢支援你？ 杀起来了！哎，这狗打得好痛啊！这狗又，我的英雄发育起来，又肉伤害又高，完了完了！我的第一波上路飞上路，那个红白太伤了，真的。
下次我也玩骨头，感觉这一周很无脑，感觉。我们这个打野不会留下悔恨的泪水吧？我们这打野前期玩的真挺好的啊，打野前期帮我帮了很多。这边上单装备有点好了。而且有个很大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这阵容啊，不太好杀狗头啊，没有那种打肉比较厉害的。这个剑怎么说？这个剑，没事。敢动峡谷，胆子是真的大哎。全残血，感谢阿月办了很多卡，谢谢，还好。放开我家狗，放开我家，哦，不是我家狗，放开我家树，放开我家树。好，你给老子跑，跑，好。慢慢跑，慢慢跑。哎，结果必死的，结果，他结果真的必死的。我直接遇到他必死，他死了之后，我正好钱，他是个600块，我把他杀了，正好可以出火爆了。卡牌大师啊，他这个英雄啊，有点什么不好，就是当你在身上锁牌的时候，你的右键是不能点到，不能索取到目标的啊。不然这牌啊，他就扔出去的。哇，这你敢上去啊，大哥？乱来呀、啊！这怎么能上呢？这不能上啊！哎，我这闪闪有点蠢。
啊，我就闪快一点，直接规避他的这个 E 的伤害反杀了，真的，压根都不用切红了。完了，不能输啊！我输已经38了呀！我操！这咋操？真的，你伤害都拉满，都溢出了！我操！这把说实话打成这样，真的怪我。我这把本来可以无敌的，真的。我这把第一波射飞上路，没用黄牌啊，哦，真的是可以无敌的本来。这把本来我可以成为那个无敌的传说。来呀，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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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他都成拉屎了还不来？大树哥哥，你来呀，啊，大树哥哥！大树哥哥，你在哪里啊，大树哥哥？我们三个打还打一年，说实话，哎，好了。打不打不死，他这不完了，这狗都打不死了，这狗都。哎，这波队友动太慢了，这波他前二打肯定要一起来呀，这中路有没有呆的我都搞不懂。哎，我打的太晚了一点，早点开打的好，他到这里我直接飞走，我就不打了。我飞到安全的位置，然后去杀这个海影才能玩。我们队友有重伤啊！我这把不能出重伤，我这把出重伤伤害更不够了。我要直接出法家加帽子，我这把一件防弹都没有。哎，这把怪我，这把我这把我基本上不死才能赢，前面死了几次太惨。但我说出帽子吧，也很硬。出帽子吧，我都没有防御装，没双招就巨难玩。这狗头怎么办啊？这狗头，这狗头现在我感觉我们五个人打才可以啊。这队友感觉都不像个人，我说实话，这队友。本来想都有像个人啊，完全杀不了，根本杀不了，根本杀不了。两个都抓不了，好难玩。
可以杀了，这波可以杀了，太装逼了，真的！汉大爷，你看，汉大爷，你看，汉大爷，你看，放！哦！你这箭是往哪射啊？ 你这箭在射什么啊？你射雕啊！你射。来个E，来个E。 没有啊，有没有E啊？哎，大龙又没了。来个E呀、啊，大哥，你去做个事业呀、啊，大哥。好的，嗯。哈哈哈！哎，全他妈是混子，感觉打开开部键一看，全是混子。 五个混子，也不能说我不是混子，是吧？对面阵容到后面比我们厉害好多啊！但这把输了怪我，因为这把我前面那波我自己的失误啊，我这把自己不输，这局自己不输的话，我应该是可以那种力挽狂澜的那种血 C。 吃果，吃果，吃果！这个狗头现在太猛了，真的。这狗头啊，现在太猛了！这狗头一到正面来，我说实话就四个字啊，天天下完，真的。这狗头到正面来，现在真的天天下完，我们根本打不死这狗头啊！ 上单是个肉，打野也是个肉 ，AD 寒冰硬挖，这狗头如果拿个龙魂，我都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，真的 ，CD 你在跟谁？跟谁俩呢？你跟谁俩？
我们做完小赢啊。